然后刚看到会蛮吃惊，因为你脑中
以还有就是我这些角色的前面的历史这部分，就是就也太细腻了吧，我都觉得干脆第二集请你们来当编剧好了，就是我好像就是写不赢你们这样。对，然后比方说有一些就是他有人把全员动物化之类的，然后就是把角色全部化变成动物，然后我会觉得这样的好笑，就是我自己看到就是笑的都不可知，然后就是好像有人扮那个什么里面的专门的两个角色，就是雷跟东的，就是雷老师跟东的 OP， 然后就是东这两个他们都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周边，然后就是然后有人跑里面的人物的饼干，就这些东西我都非常的有用，反正就是没有什么都吃惊啊，还没有不吃惊的，对，最不吃惊的就是。可能就是我自己写的漫画片吧，因为自己也知道没什么好资金。对，然后玩同人的话呢，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玩过同人，但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看一些同人作品的，就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看那个东方的，我是东方同人系列的迷一样的，对，然后。但我好像实在是，我好像没有同人方面的天赋，我自己是没有做过任何的同人的二创，可能就是除非就是原部从小追到大的作品叫那个烙印勇士，就是除非他在那个凯兹跟古力佩斯碰面之前，这个作品的作者就出了什么事就拜拜了，然后我看到这个结局了，我可能就会想办法去想象这两个男主角碰面会怎么样，就是因为这部作品是做了一个那个大概二三十年的一个名作，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我补充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会在一个原创的场上面想要二创呢？因为其实那个二创它其实是一种粉丝行为，就是它虽然会有一些产值，但是有时在一些粉丝比赛，但是我们在新社员的案例上面其实可以看到，就是同人跟原作之间的一个交流非常关系是非常紧密跟密切的，所以当这些二创的东西就是直接送到就是作者本人眼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难就是可以问到，哎，请问作者对于这本同人志有什么感想？所以就是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案例，觉得非常的就是珍贵。反而很多二创想得非常的详细，所以我反而觉得说，哎，我其实本来没有想得那么细，然后多亏了二创帮忙把这些角色建立得更完整，所以他们才会有更之后的一些后续的漫画片的发展什么的，所以我可以说是二创的可能会补足了原创的一些不足的部分，对我来说是这样。就是那个新社员的，就是番外篇，就是就只有演这么一次，那前阵子就是看过人知道，就只有这么一次，就是非常珍贵的番外篇。怎么办？放映会是不是？好，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伟大的丽丽，在想 BL 亲热戏的时候，有没有多灌了几瓶酒？光佑还是大白？还是大白？我觉得 BL 亲热戏呢，我觉得反而我一开始最先想到就都是亲热戏，因为我就觉得是比较好想。我本来希望会从头到尾都是亲热戏，就是你就不用了，对，你就不用去想说哦，那他们前面开始会知识是怎么认识，然后中间一些过程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你不如就从头到尾就是打亲热戏吧，就是你来玩我看我来你当，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想亲热戏比较容易，对，因为你事情要经过一些铺陈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比较难，所以我觉得把亲热戏就是。对，还是下次来就从头到尾亲热戏，这样有人不想看 ，OK， 就是我本啊 ，OK， 就是我本，好，对，演员想演吗？这是好问题，硬逼他们演，对，那有喝多灌酒？没有喝酒啊，就是一些想要就是亲热戏啊，反而是他们要怎么，就是你知道最难的不是衣服脱掉，是怎么把衣服脱掉，就是，对，所以想要。我就想说，那他们要怎么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呢？这部分是最难的。好，谢谢。再来，请问丽丽，新秀演的角色和名字跟演员的名字很像，是故意的吗？请问丽丽有可能亲自去演戏吗？我想问丽丽，有出网友丽丽。
杰利也可能叫莉莉丝。好，名字很像是因为我觉得想名字很困难，然后我想应该，我想有看过《新秀》人应该都知道里面人的名字就是角色名字跟演员的名字，要不就是有一些是我的朋友的名字，不然就是有一些是我随便 Google 到一些，然后凑上去，就是因为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小明确实很难，因为他的任务就是你不能听起来太过台湾，如果听起来太过日本或韩国，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介于这三地中间的名字，然后你又不能举一些太古风，很像言情小说的日本香港的名字，所以就是想来想去，就是想说，这取名的到底该怎么办？不是，我觉得大家回去想一些，你要想这个名字，它不能有一些自豪或是自名这种从台湾会。然后也不能有一些就是洋货或是郭靖这种，就是跟中国古风味，就是你想象名字有多难取，就是有够难取，对，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有自己的有些字还不错就保留下来。然后亲自去演戏吗？这样不太可能，对，就是有演过啊。啊，对，我有演过戏，但我有上台恐惧症，就是我非常不喜欢就是上台演出。但我如果演一个像海伦凯勒，就是眼瞎耳聋，然后又不会讲话的一个木偶，然后被人家扶累或者推倒，就我 OK。但是我就觉得其他表演就是可能就做不到这样子。对，甚至我就演一个那个人偶少年，好像还不错的，我懂庸懂哈，找了姐姐。新社员会有续作吗？拜托。新社员目前没有，不会有续作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续的蛮好的。我想到该怎么续他们，就是除非我要想到说他们还有什么故事值得写，比方说他们的。假设他们的下一代还是怎样子，但因为目前是脑，我还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东西，就已经很满满，对，就交给你们去吧。那搞不好之后也会有，我也不太懂。好，想要请问伟大的莉莉，是作为当初有参考的男生，请问新婚六位朋友有什么做参考吗？这两部以后的世界观有没有可能连贯呢？网友大灯。新任跟利维坦的世界观呢？利维坦有参考一些科幻漫画或是科幻作品，就是比方说那个《星穹之子的秘密》，就是因为他讨论到跟记忆还有那个记忆跟现实有关的一个主题。对，然后两部世界观的观点的话，就是利维坦里面的角色呢，有《新社员》里面的角色有的一些亲戚关系，就是他们有角色是连贯，然后有一些主题是连贯，对，然后就是你来看的人就会知道的，对。但当然没有看过前作也完全不影响，就是看新作的剧情。对，好，请问丽丽在台湾当职业编剧有办法养活自己吗？如果有些想走这一行，但是完全没有相关背景，有什么方向可以尝试呢？网友阿广身上的飞尘。这个问题好沉重，好沉重。可以把它换成漫画家、小说家。对，然后换成漫画家、小说家，或是当独立乐人，或是当设计师，好像就是都很符合。养活自己的话呢，我觉得一开始一定是养不活的，所以你可能要有几种方式，一种就是你要先跟自己借钱，然后不要存心的你要去打工，因为一开始觉得是养不活的，然后一开始就是你跟别人谈什么价，你就接，因为你看你的资历很浅，或者是你也作品没有什么可信度，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跟出资方做任何 argue， 就只是一个精神限制。但我也希望当我们这代人慢慢的上去之后，可能可以让他做一些改变。对，然后如果有心要走编剧，就好像没有背景的话，因为编剧的人真的很少，或是可能是相关产业的人员不多，所以好像要找到
你要有背景上去，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，而且就算有背景上去，观众也不一定买单。比方说像是就是成龙的儿子去演电影，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买单，就是这背景并不是以前的，对。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真伪的管道，然后网络上也有各种平台，我觉得就是先试着发表一些作品，因为它重要并不是管道，而是你能不能把一个作品完成。就是通常就是很难，最难的就是你能不能先完成一个作品，就是先不要走一半，就是先不要觉得它做的很烂什么的。因为我觉得通常能先完成一个东西，而且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，就已经是很棒、很值得拍拍手了。因为通常可能大概你想开头，你可能会放弃了，就是我觉得放弃的是占大优势。对，我相信现在市面上那么多免费的管道，不管你是要去晋江投稿，或者是你要去投文学奖什么的，就是完全就是我觉得你只要是开就都是可以。对，好，我可以再往下。如果你开始做好，我下次希望我们会有更好的案例。好，请问弟弟有没有想要饰演剧本中的哪个角色？有没有想看哪些演员有剧有会剧了？我自己有想，可是你刚刚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有想一下，我一开始本来想说，想要演，可能不想要演舞蹈，我觉得可以，就是可以对大家跟你一起加一样，而且可以大喊一些我家很有钱什么这种，就平常你不会随便喊出来的很爽的话。但你又想说，可是还要练打鼓的时候，太难了，好难算。然后又想说想要演另外一个作品的那个叫扶摇之剑的主角，要男生，因为觉得他一定是那个。太帅，又可以穿西装还是什么的，但是想的话，可是他的台词很多，所以我刚刚就想不起来什么。然后这边想想，就是这个演出的门槛，就最好不要太高。但是就是因为什么都不会，对，所以才来当编剧，所以就想说，就是还是让演员去演就好了。对。然后最想看演员变的会有哦，尤其是我前阵子还蛮喜欢那个胡歌的，所以就连带着小胡歌跟霍建华，他因为他已经结婚了，所以如果还想要看到胡歌跟霍建华的话，就是希望可以看到他一下，可以抓他们两个来演一些那个 BL 戏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剧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只要凯特·布兰奇演任何的剧，我都会看。但是原本是凯特·布兰奇。但是其他就是可惜，他只演过一部这样子，然后或者是电力闪电啊，对，好，那就是招手招手。什么弟弟在修罗场当中很痛苦，是有什么施压的方法？我觉得在修罗场中呢，因为修罗场中很多就是一定会很痛苦，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，你可能要找一些。你可以跟他们聊你的作品的朋友，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讨论，然后不然就是上网大发一些就是充满负面能量的文章，小二
女性的故事，然后还有一个无性恋的整形的帅哥的故事，然后好像是一个二男二女的故事，然后里面就是，然后这个小朋友扮演这个女性的，就是她就是一个性生活很多元，会遇到会约炮，她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被谴责。然后他其实他就是毫不客气的去伤害很多人，然后见到很多人的那个故事，对，然后口味非常的重，然后可能因为我最近心理状态还蛮励志，所以就是一直很想要尝试故事。那你知道就是当有各种的新三色场面，就是剧场就要怎么表现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希望他可以变成漫画或者是，但就是影视好像也很困难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目前在写要。忙完手上的这些感觉剧本中，脑子会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对。请问伟大第一去高雄场办签售会吗？